UZ 都快5000订阅了，哎、欸，这超扯哎、欸！我真的想要问一下，你们订阅的要求是什么吗？为什么 UZ 可以5000个订阅啊？他比我帅吗？哎、欸，那些有订阅 UZ 的观众朋友们啊，我要做些什么你们才会订阅我啊？实况做爱那不行啊，我怕做了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了，我怕做完那次之后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住了，你懂吗？要被抓走了。哦，有观众说我没有故事可以讲给大家听，所以不想要订阅我。那我现在跟你讲，其实我的故事很简单的，我一生人的故事就很简单，就只有一个字，帅，一个帅字贯穿了我的一生，这就是我一个人的故事，感动吗？观众有没有观众听完之后那个泪流满脸的？花轮的故事贼你们感动，我要订阅他了。我最近不是有听说那个刘伟健要写一本书吗？对不对？记录他的职业生涯吗？感觉我也可以出一本哎、欸，然后那个书名叫做《排毒》，好像有点东西耶，感觉可以写很多。哇，空月，空月。空月，还不是要靠我，还不是要靠我这个选手，职业选手，好不好？爽哦！跑了一下，先分了两次塔前，还有一个击杀，我不知道这把怎么输。可以吃蓝吗？空月爸爸，爸爸可以吃蓝吗？可以给我蓝 buff 吗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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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哪天可以开个深夜台聊个深夜的话题，就可以增进感情啊？真的吗？那深夜能聊什么吗？就只能聊那个啊！哦。啊，观众，原来你们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我操，早说嘛，你们这种害羞的小男孩，原来你们想聊那个啊？可以啊，我最在行了啦。出来有什么深夜话题可以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。欲擒故纵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哪来这么高深的技巧？你都说我是处男了，我还会这种东西吗？哎、欸，小心血鬼，小心血鬼！你想干嘛啦？干牛头，对不起。是要死了吗？加油啊，空月，你可以的！哎，与其你们问我跟阿乐的后续，不如问一下米妮跟惠子的后续吧。这好像比较吸引哎，对不对？这好像比较吸引哎，观众说是不是？你们问我干嘛、啊？那一脸就知道我是处男，然后就不敢跟人家有什么深入的话题聊，对不对？肯定是问他们两个啊，他们两个看起来就这么像那种情场高手，一个浪子，一个没有啊，不好意思，讲错话了，讲错话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讲错话啦，口误，那个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被封杀、啊？完了！等一下，那个 M1 全面封杀我怎么办？我不小心讲错啊！我才是婊子，我是臭婊子。各位好，我是香港婊子林国华。揍他吗？我觉得揍下路比较好哎、欸。我三十秒大，你有听到我讲话是不是？好，你要揍他吗 ？OK， 揍他，不管了。
揍他 ！Nice， 空月。我这个加流有没有比那个 Uni Boy 还要强？有。啊，人事异动，明天 Mad Team 要人事异动了。那个 Uni Boy 正式被林国华取代，再见了，我们怀念 Uni Boy。Uni Boy 可爱多了，傻小，他拿他可爱就可爱，我是帅啊。可爱跟帅是分开的 ，OK， 不能共存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要成为一个被第三次排毒的男人，我要成为一个第三次被排毒的男人，哇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贼你妈牛逼！还想进场啊，血鬼，是我屌吧？啊，我好像要死了吗？啊！哇！我好强啊！你们不要说我可爱，白痴，可爱不适合使用在我身上，好不好？你们只能讲我一个字，帅。哦哇！十滴血的男人，传说中的主角光环。我觉得可以，可以啊，空月，你第一把就玩这个角色就好了，玩什么龙女？干，真的是把我的前十把当热身的嘞，靠你老师！哎，现在 Mad Team 的教练是谁啊？我要跟他们教练反映一下，他们的队员妈的把我这个这么帅气的实况组的前十把当成热身赛。这有点过分了，我受不 了。说起柯凯瑟，我就生气了。他前两天用我的欧付宝去抖那妹子，干你老师！他用我里面的钱去抖那妹子，他妈真的是畜生！哇，空月，哎，飞过去，飞过去！他不是有女朋友，我不管他有没有女朋友啦。这样做对吗？而且不是几十块哦，几百块、几百块这样抖出去哦。我检查一下我的 offer， 哎，怎么少了这么多钱？操你妈！好过分哦，干！花轮保持一死，抖你十枚，可以。我先听着，这几天太多人骗我了。那些人都抖泪说什么？他是什么铜粉啊、地瓜粉？然后就跟我讲，哎，这把逆转了，给你一千块。然后我真的是很认真的 carry， 然后逆转了，然后那个人就不见了。干，我吃完那个麦当劳的那个什么那个鸡块就想拉屎怎样？哦，你娘嘞，我的助攻嘞？没有，我这个大绝是限制走位好不好？我怕我们的理性会被夹克斯敲死了，所以我开个大绝。然后让他不能走那边，然后就被牛头 combo 了。我干，加流伤害真的被改低，那个 Q 怎么没感觉？看你老师，啊，现在都把我会玩的角色都砍光了，我玩什么？我吃屎是不是啊？又砍伊维利亚，又砍加流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中路角色被砍了？哦，蛇女也砍了，我操！那我玩你妈！空月别怕，我爸我罩你，我是你爹。太强了吧，空月 ！LMS 第一打野当之无愧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十美哦，对吼，我的队友说我一死就有十美哎，我们记得他这个 ID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去拉屎了，受不了。